天劫，这哪吒的修行速度也太快了！哪吒，天劫已至，准备迎接九转神雷的淬炼。师父，天劫是干嘛的？凡人修仙道本是逆天之举，天劫既是天地的反噬，也是试炼。成则淬炼凡体，更进一步；败，则灰飞烟灭。务必小心。还有此等好事，来吧。 来了，渡天劫者不可假手外力，否则将功亏一篑。随我来。哪吒初次渡劫，这雷云威能怎会如此？ 竟雷电之力直接吸收了，普通渡劫者遭遇如此雷劫，十之有九都难逃灰飞烟灭的命运。哪吒可不是普通渡劫者，他是哪吒，厉害呀！希望这匹薄马这次能顺利运到中原，换回粮食货品。 三少爷、哈大少主几人如此辛苦才培育出来，可不能误在我们手上。之前几批运送的船只都遇了难，万事小心。来，咱加把劲儿，早去早回。啊！ 龙王大人怎么想的？咱们龙宫九九八十一坐骑，哪个不是天选之物？搞了这些凡人马匹做什么呀？胡说什么！小点声，听说这些都是要送去中原的。什么？地级到了，第八道了。 已经吸收了七道雷电，这第八道，小家伙到底要做什么？他疼过第八道神雷了。神秘的第九转要来了。这第九转与前面的不同。 第九转作为九转神雷的最后一转，极其玄妙。每位渡劫者都各有不同，我到最后一刻，无人知晓。小小年纪，居然走到了无数修行者梦寐以求的一步。这最后一关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哎，这。
有什么不对吗？这是不好，传说中的玄雷。师父，你做什么？不是不可以相助吗？来不及了，玄雷乃是天界之劫，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。什么天界？可是就算哪吒渡劫失败，也不能眼看着他命丧于此。招！来不及了，来得好。玄雷消失了，不会那么简单。玄雷，两道神雷有无相生，一条洗涤肉身，另一条洗涤心神，肉身歇则心神散，反之则肉身亡。无论哪样，哪吒将从这世上被彻底抹去。难道就没有破解的法子吗？只能靠渡劫者自己。出事！哪吒，我来啦！哪吒顶天立地，问心无愧，怎么会怕你这小小的劫雷？给我破！弟子哪吒拜谢师父授意准。如今天下正如眼前之景。自然时刻终会过去，你已学有所成，但性子仍需打磨，须得审时度势，不可莽撞。是，弟子谨记。不错不错，老夫此生有缘收你为徒，实乃一大幸事。这四件法宝威力无穷，随老夫多年，今日就送与你，能发挥几分威力，就看你的悟性了。谢师父，弟子定好好参悟。去吧。师父，弟子怎么婆婆妈妈的？你的举将老夫早喝够了，换举灵来。师父。哪吒，东海龙宫看似隶属天庭，实则野心滔天，日后需格外小心，不可莽撞。